通过 SketchUp 支持的渲染器，我们可以渲染出写实的皮革材质效果，并且根据需要控制不同的皮革纹路质感。其中我们需要皮革的法线贴图素材，我们进入驿站找到 PBR 材质中的皮革分类，并且把需要的皮革纹理通道图下载到电脑中，载入到 Inkscape， 可以直观看到皮革的真实质感。驿站资源兼容 Inkscape、第五 Ray 主流渲染器。